只看外貌也很正常啊。我们不喜欢看美好的东西吗？我们喜欢哪个丑看哪个吗？哪个不好看看哪个？哪个不好闻闻哪个？这不是人之常情吗？但你会发现啊，我们还是要强大自己。比如说有的东西不好闻，但是你要一吃它挺好吃，你会发现它也没那么难闻了。你像有的人挺难看，但是他有才华。你了解一个人以后，你会发现其实他也没有那么难看，看着看着竟然这么顺眼。所以啊，无论我们外貌怎么样，我们都得强大自己。当你自己变得优秀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别人看上去也那么好看。